你先去试试特需号有没有号，如果特需再没有的话，你就去找护士，你就问他能不能帮忙加个号。行，啊，那你去那边等我。哎，慢点啊。 是还有一点热，没事儿。宝宝是小男子汉，一会儿等见了大夫以后吃点药就没事了啊。贴上这个以后，凉凉的，特别舒服。挂好了，起来等着，前面十几个号。没事儿，别担心。 他就是发个烧，没大事儿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婆。嗯。有个事儿，我得给你承认个错误。这次儿子生病，都是因为我。我带他出去踢球，吹感冒了。我知道啊。 你怎么知道啊？昨天子夜回来一脚泥和草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了。那你不会生我气吧？生什么气啊？没关系的，他就是病毒性感冒，等烧退了应该没多大事儿。你能有时间陪他玩，儿子高兴我也高兴啊。 退烧针还真管用，这会儿就不烧了。咱们也不能太大意了，到了晚上还有可能会再烧起来。今天晚上咱俩轮流看他吧，退烧药和物理降温都不能少。行，今儿晚上都交给我，我要将功补过。你俩还不一定谁先睡着呢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 嗯，不能玩会儿手机吗？不行，你现在生病了，不能玩手机。等病好了再玩，好不好？我就玩一小会儿。你现在要好好休息，听爸爸的话，不能玩手机。华山，你要不然就让他玩一会儿吧，他今天生病难受一天了。看你这么乖，妈妈有替你求情的份上，咱们说好了啊，就玩一会儿手机，好不好？ 好像还是有点烧。你看这温度，怎么还烧着呢？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吧。去医院就不用了。我3个小时前给他喂过退烧药，你后来又喂了吗？没有。这个不能间隔时间太短，看来只能物理降温了。 你去睡吧，我看着他就行。来，擦擦小手啊。你什么时候变得手机不离身了？
真好，将来一定比爸爸画的还强。这儿再伸出来一点。妈妈不爱看我画的画。嗯，儿子，昨天妈妈还说我今天睡得比爸爸还香。好像不烧了啊，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我也是到快天亮才睡着，你呢？我俩都玩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精神可好了呢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在画什么呢，宝宝？这是爸爸的烟花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我看出来了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不是爸爸替你画的呀？嗯，那像爸爸的烟花，还有这个形状。是吗？妈妈都没发现。有吗，老公？有啊。我那天啊，本来想在天宫做两个 O， 结果呢失败了。我们宝宝的观察能力最强了，妈妈真是没白带你上早教班。嗯，你去上班吧，一会儿陈姐回来我就去看我爸爸。我也想去看外公。哎呀，你还生病呢，妈妈今天想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已经好了，保证好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就让他去吧，咱俩不说好了吗？不用那么小心。再说了，男孩子操点养，解放天性，比上什么早教班都管用，是不是儿子？嗯。行，听你爸的。耶、yeah! 哎呦，喝点水。哎呦，刚才怎么打了？刚才打得不错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哦，紫烟花的，嗯，这想象力不错嘛。嗯。哎。